前几天发了一个挂牛皮的视频，播放量快1000万了，很多小伙伴留言想看吃牛皮，既然小伙伴这么偏多，今天牛皮安排起来，还买了些牛杂，今天整个牛杂火锅安排。先把牛杂洗翻手，把这外面洗一下，里面的这些肥油掏了。洗好的牛皮牛杂放到勺子里冷却一下，整点香料、辣椒、冰糖、老姜倒下去，生抽、老抽都给它控点。把牛杂倒下去，卤一半熟，烧点小火，慢慢卤到，卤得差不多了，起锅，掺水，晾好的牛杂切成小块块。这卤好的，我们把全部切了，娃儿吃不完的话，拿回给婆娘娃儿吃点。下牛杂喽，再给它整点绿色。啊，煮好，煮好，煮好，开吃，开吃。配上秘制蘸料，看到就有流口水的冲动。嗯，不错不错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技术总结：家里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用高压锅给它炖趴点。